我从停车场的小路走上来，这边是有那种各式风富风雨的房间。哦，然后地上都是雪，走这个很危险。然后前方就是露天风雨，不要靠近比较好。卷积山，日本百名山，哇，超美的，这个角度很棒。现在讲话都冒烟了。里山石铁，这个下去就不得了了。